prossimo G. Line，活尸大军看一半，活尸大军有好看吗？一直在推荐我。FOZZZ。大家都在打九三哥，还在洗。我对那游戏其实没什么兴趣。来看聊天室推荐耳机会不会吵起来？吵起来，吵起来。可以不用血流成河，但是吵起来比较好。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仰跟那个争端来自于何处。所以我觉得整个我在电脑是整个那个观众群一起讨论出来的，这一点还蛮屌的，还蛮了不起的，竟然会一致公认都不错。蓝妹已经好久没出现了，哎，对耶，那可以啊，我今天会比较常看聊天室啦。哦，我们可以多聊聊天。我需要内耳式麦克风哦，不是麦克风，耳机。看聊天室有没有比较懂这一点的？要无线吗？要有线？要强调要有线。一定要有线，因为无线的会有延迟。等我一下，我放个文字好了。这样，预算无上限，你可以推我20万的那种，反正要不要买也是我在决定。你说我们这个纯金的，整个镀金200万一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到最后会不会买，反正也是我决定，你可以随便推。下次一定买，一定买，一定买，真的真的。咦，我的视讯不理我欸。他这个 Life 2D 能不能让他全自动移动？哎，没有他理我嘞，真神奇。富华，然后那个欧富宝看起来还是挂的，很干。我也是很
受害者。那个不会跳出来提示，真的会降低那个降低抖内意愿。有需要降噪吗？应该不需要，因为我主要拿来打电动用的啦，听那个啊，听射击游戏的脚步声啊、枪声啊，还有音乐游戏。因为我用无线耳机很久了，好用归好用，但是它终究有延迟。那个短暂的瞬间延迟还是有点干。有没有注意到我很久没有唱歌了？因为那个声音会延迟，那个、歌都已经唱下去了，我才在唱，我就不怎么唱，还要去拿有线的回来。他说我有线的，我后来发现我想要用有线耳机的时候，好像又丢光了。钱是怎样？我操！跳！跳！这个也算了，就脏一点。耳罩式戴久会痛，要看。因为耳罩式戴久其实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是 HyperX 的，它的无线耳机真的蛮强的。撇开工商来说，他们的耳机都不错用。像现在麦克风也是 HyperX， 而且这还是观众推的，推完就工商了，你懂？不要给我讲，不要问我预算，你就是推，我就一个字，我下次一定买。为什么不买耳罩式的？因为其实内耳式的我听得比较清楚又方便，而且我耳罩式的我一定会有一边不戴好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我右耳是会空出来的，这个是常年老习惯，主要是以前都住那个啦，住隔音不好的地方，或者是像以前啊刚爆红的时候住家里，我全部戴满满，然后声音就会乱吼乱喊啊，家人讲我讲话我都听不到，都会变成家人受不了了，到底在哀三角。然后从我后面慢慢出现，拍我肩膀，才能把自己吓死。久了之后，就只带一边了。隔音也不好啊，以后搬家才有可能那个吧。所以带那种内耳式的就一定会带好。你各位可以不用那个贴在聊天室，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看到。你可以直接丢 Discord 的私讯，直接丢就好了。你就贴上去，200万纯金镀银的、镀他妈镀钻石的，还有镶钻都可以。下次一定买。你敢推，我敢看。那会不会买就再说了。咦，大门还没好。这个上面一定有嘛，对。Sony 音质很美好啊，还是 Shure 都可以啊。我并没有太多的品牌迷思。大家觉得好用，我看看合不合我的胃口，就会决定要不要买。谢鲁帕帕，可是还是不讲话，好干。我觉得会提示就不错了。然后嘟噜。噔噔噔噔噔。
噔噔噔。谢谢龙雪。这个也太硬了吧，地板。这地板一堆机构，非常大量的护盾。打球缺一找你了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有 baby 捏吗？玉米三啊，这捏宝去比赛了，啊，捏宝要比赛，好屌！Kevin 30678，感谢。战队都是 POCO 队名的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打球，那等我把这一打走廊洗完。走廊这一区而已，快洗完啦、啊，剩这个墙跟这个地板。可是那游戏要599呢，这真的有缺呢，还要花钱。现在免费啊！等我把走廊区洗完。这真的好舒服哦，这个比 D3 还好玩耶。我刚开台前在想说要不要玩 D3 算了、啊、看一看，哦，我靠，彩虹小马 IC Key 的，我有看到了，十小时破关嘛，虽然有作弊嫌疑，给你过了。终于两个片师不是只会剪影片然后不罢了，也是实实在在也有破关过的，等等送20个订阅，仅此纪念，正正当当的钉钉，看你那个超靠北的，远远就看那个紫紫的东西蹲在那边，是要吓个屁哦！那个作弊嫌疑啊！好啦，等于勇敢面对，给过了。赫然发现这面墙脏，看这都在上面，都哭出来了，原来是老鼠胆。奇怪，没道理啊！你都看 QTT6 是那样子 run 了，你还剪了影片，还会被吓到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都关画面剪啦、啊！扔哪扔哪！扔哪！快洗完了，快洗完了，洗完再说。
面墙到底是还有哪里嘞？天哪！我这样左右摇摆，好像尽情摇摆。这个怎么这么脏？妈妈妈妈，尽情摇摆。洗不掉呢。这个2000块的怎么可能洗不掉？因为开始送的那个免费的就真的洗不掉了。你们看国外的那种高压清洗影片就长这样子，那都一个一块一块的把那个地方清洁掉，超舒服。目前我玩过最好玩的模拟器游戏。太舒服了。OK。这个是不是另外一边也算？靠北。这个是暴鳞龙来过呢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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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其实我蛮喜欢这张地图的，它还蛮好洗的，它不像那种有屋顶的。我看那个小木屋真的智障，洗到吐血。哦，太舒服了。哎，不对，发现这面墙还没洗。哈哈哈哈OK， 我看看哈，这一面都蛮干净的了，先把这一个弄一弄吧。
什么姐？所到之处完全没有残留。哦，我不知道怎么洗这个滑板，有滑板现场更舒服。如果你这样洗起来，就会有一种这边的人都是一边脱裤子滑板，一边拉一边滑起来，跟那个儿童公园一样，一边喷屎一边滑。玩啥？嗯，啊，这个也很奇怪耶，他那个明明是一个区域，但是却没有办法上去。叮，完成了。嗯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墙也清一清。这一面也清清了，OK OK， 然后看一下 ，OK， 这个就不清了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也不算，这个吧，剩这两面呢、啊，两面清一清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看 Discord 已经有很多人推荐我耳机的感觉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注意啦，剩这个。哎，掉到粪坑里面呢。Nice， 快了快了，这面墙清完，叫人戴口罩还会被揍，就跟你说要练练身体，你撞得跟馆长一样，然后看到他就揍他一拳，再问他为什么不把口罩戴好，你看他敢不敢揍你。我们这种就是脸看起来很像黑社会的南蛮人就很方便，脱小啦，干，啊，人家就会怕，很方便。即便我们有良民证，长那个瘦弱不堪，然后又一副毕恭毕敬，人家就会骑到你脸上。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人家把口罩戴起来，而是避免跟叫人家戴口罩的时候被打。所以啦，你看走廊区干干净净，我觉得这边看起来虽然很大很脏，可是它清起来真的很轻松，有西瓜耶，哇，这个黑黑的是真的，不是呢，这个黑黑的是西瓜耶，这个地方都一块一块的，非常非常舒服。让我先把这个走廊区清完，这个走廊区已经干净了。哦，爽啦！好了，可以了。
五月玩过最好玩的游戏之一，第一名是《恶灵古堡》，第二名是这个。哦，有 Discord 一排哦，我观台在看，谢谢大家。最好是帮我附上那个 PC Home 二十四小时。啊，没有就算了。MHR 嘞，还没出没。Rice 26号要放那个讯息，我看他27还是28更新，他更新完我玩看，玩完再决定他是不是我觉得五月觉得最好玩的游戏之一，说不定我就lose， 差点把我气死之类的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我婆们要合体了，三小啦，我去问看。喂。哎、欸，听说你们有缺，缺啊，要加吗？加，没有被排泄吗？刚刚就有缺了。我先下载。哎、欸，我要下载23分钟，谢谢大家。加一下我的战队啊！好啦好啦，你的战队怎么加？右上角，哪里啦？他那个意外提示。那你先载好。我说哈瓜。哦，我要15分钟啦，我的那个下载越来越快了。载好跟你们讲，拜拜。拜拜。还要下载啦？我看15分钟啦，好，太爽了！既然他要载，我就回去继续洗。Power Slam。现在4%，大概30秒4%，很快很快。啊，那个怎么玩？我看他们玩就是丢球、接球、合体技。今天打球你当球，然后有分模式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先来送20个订阅。庆祝猫康跟 ICK 的都把那个破了，可惜 ICK 的如果没破就50个订阅了，谴责 ICK 的。可恶，竟然把它破了，害我们没有50个订阅爽。杀鸡爆，杀鸡爆！耶！哎，我们的这个耳机还是有缺啊，各位如果想要推荐的话呢，欢迎发到 Discord。发完了，发完了，真是创举。好，继续爽。我们来洗西瓜放着好了，我先来洗这个好了，洗化粪池。这楼梯是怎样？太难洗了吧！每个人脚上隔到大便都会来这边刮一刮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打到屎啦！阿弟呀，噜噜诶！
这叫什么啊？乐谷、欸。耶，乐谷完成。楼梯乐谷完成，坡道。我觉得他把那个区块分得多越划算。那一块一块清洁完，最后就整块清完。妈，昨天那个主屋顶真的低能。那吐屎！哦，我好像好的还是坏的，好像是坏的。刚刚鲁爸爸有测试，就会跳出来，可是没有讲话。现在好像连跳出来都不跳，果然。破烂，碗形，这边怎么不叫粪坑？这叫碗形。他现在这个越后面的关卡真的大便越多呢，你看这一层泥浆，泥个屎，这护盾有够厚。上层有弄到这边了，我靠！啊，上层到那边呢？谢昌哥送我订阅开心，哈哈，那个随机的，随机的，靠赛送订。我来看看哈，哇，这个上层到对面呢，有点点麻烦。哇，这上层好长啊！而且还洗不干净，好麻烦。OK， 西瓜，这西瓜叫拱门。哦，
干干净净。想到一开始在洗那个池塘，现在这个2000块超强喷水器太爽了，随便乱冲。好了，细部清洁。超大块耶，这发现这边也是一个西瓜耶。个爆！啊啊！起码几？换这个坡道。你看它这样一区一区清，真的很舒服，又简单又干净。混凝土是用来修整平面的。好的，你讲的很清楚，我看的很模糊。啊啊，水啦！太干净了，换这个坡道。现在把左半边这边清一清。好喜欢这张图哦，这张图清起来特别舒服。那种屋顶的真的太智障了。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超级豪宅，1100块的，这个也很智障。5分钟到了吗？我看那个图片应该还有1/3左右，快好了。平常都看 YT 精华，难得看才给你钱。注意啦，谢谢给我钱。平常都看精华，一看就在喷水。哦，啊，干干净净的，这边把地板也擦一擦，这地板超大块的，可是地板至少不像那个屋顶一样，要一直想办法糊。清地板比清屋顶来的舒服多了。哇，这个红色的起跑台很大呢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才不会忘了你呢！一定要画一根大老二。
个起跑台跟上面那个拱门的西瓜还分开。刮一下，舒服啦，舒服啦，快清完了。哦，哇！太干净了，剩下这个栏杆。栏杆还有哪里呀？啊啊！干干净净，太舒服了。哦，哎，下载好了，下载好了。要跟这个快感说再见了。不过我想要先把这个墙洗洗，这一面就好。Nice， 有了，最后这一坨，这坨清完就可以玩游戏了。哦，啊，太美了，美しい。
刚好洗了50%，好爽啊，舒服舒服。好，之后我们再把左半边洗完，然后一路这样洗洗洗洗洗。大老二，哦，好想继续洗啊，太好玩了，太舒服了。この game。